和尚小辈，你可知那黄眉的来历？他原是东来佛祖弥勒面前私庆的一个童儿，偷了弥勒宝贝，下界成精。我们取经时路过小西天，黄眉假设小雷音，师傅不知好歹，进门便拜，中了算计。那黄眉老怪想打死我们师徒，自己去取经。哼，过了这些年月，这一点他倒是没变。 大师兄当年跟老朱一样，被困在金牢里，是亢金龙将自己的脚钻进去救他出来，如今竟成了黄眉老怪的手下，怪哉！莫非是那孽畜又得了什么能迷人心窍的宝贝？哎，说到宝贝啊，黄眉老怪手上最厉害的宝贝，当属那后天丹，天上的28星宿。 北方真武大帝手下的龟蛇二将，还有国师王菩萨派来的小张太子和四大神将，那破袋一张口，没一个逃得脱。大师兄没了法子，正凄惨呢，他师父弥勒就来了。哎，你说巧不巧？哎，偏偏是走投无路的时候，这胖和尚正好现身了。哼，主子一到，黄眉自是威风不起来了。可要我说。 该是歇够了，走走走！哎呀！远远瞧着，趟过这水，似是有热闹看。 是龟蛇二将中的蛇将了，竟变为一具枯骨。哎，黄眉老怪的手段着实狠毒。哼，你这没本事的哑巴，去了也是送死。
蛇将已入轮回，你莫再哭哭啼啼了。水蛇二将竟被折磨成了这般模样，他的泪滴可大有用处，这是他的答谢，你速去收下。